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我会好好的爱你。校园大挑战，是的，不只是我的老师，他还有可能是一位歌手，斜杠成这样。对对对，我们在学校里面最常看到的是什么？很多那种很特别的老师。不对啊，不对，老师跟学生一进校门就看到铜像，懂吗？这里就一尊了，栩栩如生，我们在会动的主持节目，他是能够站在后面的，基本上是头一招，一定是巨咖，头一次，对不对？先要欢迎看老师演唱之前，先看看即将开演唱会的这一位朋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带来这首《不想让你知道》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周蕙。一定要带过来带一下，一定要，一定歌唱的那么好听，一下台扑街，哇，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哎呀，感动了，25年呢。对啊，为什么用这种二五，等于是花痴的这种？痴花没有啦，痴花啦，它是一种画面的美感，还是一样少女的感觉？因为其实花呢，依着四季，它会有不一样的样貌嘛。对对，可能会有凋谢的时候啊，会有盛放的时候。那我觉得花了这25年，我终于来到了一个盛开的状态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状态。嗯，这一次的演唱会就叫25啊。对，25。哦，25年你我的约定。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抢票了吧？已经开卖，开卖了。5月4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北流。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可以抢票了，宽宏售票。
这个热卖当中，然后我们也抢到了两张，是这两张。今天因为我们一边也在直播嘛，对不对？各位直播，我们直播很多好朋友都听到说，我们这次单位两张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要送给今天你们投票出来的参赛者的老师啦，参赛者票不多了，票不多，好不好？因为是我们制作单位花钱买的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到时候一定要给你欣赏一下。今天这个颜色太舒服了，嗯，好，春天的颜色。对，我们也希望二十五演唱会能够销售长虹成功，好吗？5月4号，来，那你就请先坐了哈，先坐。哎呀，哎呀，不想让你知道，全部要让你看到，一次就知道。第一位来宾是谁？这个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，她是一位美女的补习班的英文老师。哦，美女就已经赢一半。对，之前来过我们节目，唱那个 Rolling in the Deep， 哎，唱到我们的心坎里。第一位刘杰老师带来雨天。我有一天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杰老师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唱孙燕姿的《雨天》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文歌。平常呢，我都只有在课堂上面唱英文歌来教大家里面的单字跟文法。今天呢，来跟学生们分享一下我的中文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老师是周慧老师当我们的评审。然后一想到周慧老师，我就会想到她的“好想好好爱你”这一句话，只能藏成秘密。他的声音真的超好听的。网络好评超过20则，我们刘老师就能转身了。此刻就不会瞒你写如此
来越远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谢谢大家，刘杰老师，哎呦，老师，哎呦，来，小心，你怎么看？首先，我觉得刘杰老师的声音太有辨识度哦，特色很够，很久没有听到，一听就知道是一个老师，对。而且是英格利斯，不是因为我今天的工作就是要来找一个也可以发片的声音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以前像我们千禧年出道的那一些歌手们，每个人的声音，你会发现说你在电台，像我常常开车就很喜欢听电台，有辨识度的声音，主持人不用介绍那个人是谁，你一听就知道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需要。能记能唱的人很多，当然有辨识度的人不多。没错，所以其实早年的唱片歌手之所以可以被挑选出来，不是说他能唱而已，而是他的声音的特色很重要。辨识度，那我觉得在刘老师身上有听到特色，特色一听就知道是老师。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评语了。你今天是稍微太紧张。对，然后他上次来唱到 Rolling， 我有看到那一集，那个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，唱得很好。我心里面想说，我英文为什么那么烂？哦，你有遇到这种，要不然演唱会就唱英文的。我给他外台湾国语，台湾国语没烂，还是先来找刘杰老师补习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对啊，你可以唱 Happy Birthday， 真的很 Happy Birthday。选手应该是练最久的英文歌了，歌词又好记。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五月四号。一起来，我们北流欣赏周蕙二五唱 Happy Birthday。好，不错，好温馨啊！毕业传统唱歌当作离别的礼物，谁唱？因为我很喜欢唱歌嘛，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我会带英文的歌曲教同学，就是单字跟文法的部分。然后在高三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，我会送给同学一首阿妹的《永远的画面》。哦，副歌怎么唱？谁需要谁？白云和蓝天，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。大风一吹，离得并不远。下次见面，以前都记得那感觉。哇，唱成他自己的歌，被你唱到都不想毕业了。他唱歌就是那种唇齿音居多，哎，就这一类的东西啦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这是好话，这是好话，是好话，是吗？对，比较隐藏性的，是因为他的特色是这样，因为会讲英文的。才会变成这样哦，对，很多习惯那个口腔的位置，备选人物，好吧，这是第一位啊，来，请坐，老师，欢迎，好，第二位他是什么痛？好，这位就厉害了，哎，32届金曲奖的时候 ，OK， 这位老师哦，他也是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，有入围啊，他入围金曲奖，这个我们还不知道，很厉害，各种啊，原创歌曲啊，闽南语歌曲，然后两岸校园交流。就是他是国文老师，但都只有他教国文的是吧？真正斜杠，欢迎杨树浩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树浩。我除了是一位高中国文老师的身份以外，也是一位创作歌手。在今年的年底即将发行第二张创作专辑。那今天的大来宾是周蕙姐，我从过去就很喜欢她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约定》。今天我要翻唱的歌呢是《秋梨》，是我在去年跟我的学长丁坚一起为熊敏老师重新翻写的哭砂台语版。那对我来说的意义其实蛮深刻的，也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我的演出。有我
起条件。哇，这么快就这么好评满满。头一句就是唱你的名，目一年像电影，花开花谢，感应会照着两人的希望来伴。散步的海岸，听海洋唱歌，走过你走过土沙，嘛是陪伴。风吹来的沙，吹来烟花的笑声，让阮袂搁感觉孤单。风吹来的沙，吹去千里外，犹原是咱相随的一段。杨树浩老师，哎呦，家贫如潮哎，哦有没有？哦，杨树浩，我爱你。一句就是唱你的名，一百分。目一年像电影，花开花谢，感谢会照着两人的希望来伴。散步的海岸，听海洋唱歌，行过你行过的土沙，嘛是陪伴。风吹来的沙，吹来永远的笑声，让阮袂搁感觉孤单。风吹来的沙，吹去千里外，犹原是咱相随的彼一段。这首歌竟然给我带来了感动的感觉，感动的地方是什么？这种大衣现在很难买到，对，今天很流行，而且很适合这首歌了，对，因为它就是有那个，哎，怎么用？这个是一个老歌嘛，《哭砂》。这个歌是林秋离老师写的嘛？去年美玲老师发了一张专辑叫《一路平安》，熊美玲，那她给她老公嘛，对，她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要把这个《哭砂》重新填词，然后来重新的演唱这样。那我跟我的学长丁青一起帮这首歌重新填词，所以这次是我你有参与这里面。哦，很感动哎，是。那他在家里是排行老四嘛？老排行老大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然后他树号嘛？对，树号。你是树号，一号、两号、三号、树号嘛？是。怎么的？刚刚这个故事哦，我觉得杨老师是一个暖男，暖男，声音很暖。而且我觉得当歌手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情感面怎么样去传达。嗯，对，他在情感的处理上面，你是听得出来他有在用心的。后来我一想，哦，
原来这个词他也有参与写，所以他的情感一定是更投入在里面，而且是娓娓道来。对，你听他唱歌就有那个画面。哎，还有自创曲要表演是吧？对，插满烟当供，烟当供，插满烟当供的下戏。哦，台语，对对，闽南语，来来来，好。插满烟当供的下戏，敢有一只鸟仔窗啊飞过去？空气黏黏黏，做工啊交代的话，你敢有想起？插满烟筒讲的城市，看着送锁的边缘在讨大开，万丈悬老夫白地起，到底是谁你在后面赚大钱？谢谢。哎呦，意犹未尽，很有味道。他这个充满了环保的歌啦，对，非常好，有使命感的老师，有，好不好？再次感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请坐这边，老师，老师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来，下面一位，点点跟我们介绍一下。OK，next one is English teacher。好，上课上到一半呢，他会突然高歌一曲，真的，而且这个老师很有特色，之前也来过，我也来过，我家里还有他的专辑哦，对，而且他在 IG 上面有一个影片整个爆红起来，那么厉害，对，听说那个影片300多万点，对啊，很多人在看，哦，很红嘞，那厉害的，一起来欢迎史诗雨老师带来 If I Am God You。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.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. 大家好，我是十四雨老师。今天我的学生说，我如果在心里面想着他们，我就不会紧张了。那听说今天的大来宾是周慧，我一直很喜欢周慧老师的约定，还有好想好好爱你。那我今天选的歌是 If I Ain't Got You， 我要献给一位我心目中100分的女人。这首歌我要献给我心中100分的那个女人。I'm
那个 free 不太，我们才帮你全部封掉了，对呀，大家封掉了。我觉得他目前为止三个老师，石老师是懂表演的，很有魅力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造型也不错。因为唱歌真的不是说只有特色，然后情感面，还要懂表演。对对，他刚好站到了会表演这一块，从他背影的那个姿态，确实转身过来之后，他的神情，所有的那些手势，加上他的那些技巧，相当华丽。对，你就是很容易被他吸引。对，就是这种。对，而且他跟张学友是一样的共鸣，手枪也是手枪共鸣。再次谢谢史世华老师，史世宇老师哈，可以，谢谢史老师 ，tempo 没接好，没接好，我们一边在直播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长期以来啊，对我们那个综艺大热门的一个支持。露露，下一位谁？下一位，这位还很多粉丝已经在敲完，他呢就是美秀集团的前辈，是那一位哦。哎，美秀集团到底要多有才华？他现在呢是一个这个英文的资优班老师，同时在斜杠宠物沟通师，这么厉害哟！黑啦，然后他之前在台师大四年，总共呢修习了233个学分，哇！所以他真的是斜杠中的斜杠，所以现在在直播上可能有很多他的音乐的粉丝，也有很多他的学生，也有很多宠物，也说不定。求知欲很高的老师，欢迎彭佩慈。想你，忘记了呼吸。大家好，我是彭佩慈老师，可以叫我 Amy。镜头前大家如果是我学生的话，想要跟你们说，国三在补习的不要再看直播了，高三生请你们加油。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是林宥嘉的《残酷月光》，因为这是我记得起歌词的一首歌，但我真的很喜欢林宥嘉。那想要对周慧老师说，我觉得你的歌总是可以唱到心坎里。然后我最喜欢你的歌是《千千万万个你》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身份，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找到最真实自己、最喜欢的自己。拜拜，等一下见。
己孤独到底，让我昏迷。哎呦，彭佩慈老师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是网络刷最快的一位，哇，这个爆掉，这已经爆掉了。这老师很有表演性质，但是你这个就对了。我们经常看 NBA 有没有？那教练上去之前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我们更强大的部队，是怎么办？教练只会讲一句话 ：Enjoy the game。哎，享受 ，enjoy， 很享受，他超级享受的，超级享受，我们都被你感染了。他已经享受到不在乎我们的感受。没有，但是我们也享受进去了。我们在下面跳。我想说，这个台子这么好玩吗？他唱歌，我随时要冲过来，因为这个摔下来不得了。因为你眼睛都是闭着，我们怕你这样啊，这样子。而且因为你最后在转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着你这样。我们真的被你在看什么？操控。我相信。掉下来的时候会有软垫在前面，我如此相信着，我就是你的软垫。谢谢。来来来来，周慧老师，我觉得在他身上完全感受得到艺术家的特质。哦，对，他的自信竟然是来自于学生。哦，老师你怎么对自己歌声没兴趣呢？怎么会呢？因为其实我自己在音乐上比较有把握，应该是以前在那个美秀集团 bass， 然后小时候是古典乐，所以是钢琴，然后也对创作编曲即兴比较有自信一点，但是唱歌真的是第一次，所以我蛮紧张。但其实学生很有趣，因为我之前有发单曲，然后我发的单曲是第一首是一首台语歌，然后他唱的是兄弟的时阵我就去，然后结果我就有一次出国刚回来，然后走在校园里就突然听到他们就是李克，就是突然唱了我的歌，那个很大声，对，李克也邓来不，然后想说啊，我就出个国，当然会回来啊。回头看看，你看看这样的粉丝刷成这样。刷看看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们爱你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老师唱得很好。好吧，备选备选哦，有机会就去看演唱会喽。哎呦，没有机会。再次谢谢我们彭老师，谢谢彭老师，来，请坐。来，点点介绍一下。来，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的压轴老师，这位不得了，对，刚从第一位就敲了。对，还没有介绍他的时候，网络上面已经在刷了。最近我跟你讲爆红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学生才艺竞赛的一个场表演的，结果他把所有的风采都抢走，哦，他去砸场，他变成焦点啊！他无意之间上台唱歌，然后就爆红，然后很多学生约他去唱 KTV。哦，有这么厉害的？对，来，一起来欢迎我们带来这首《鲜花的老师》，他是一个教官哦，范嘉华老师，来。我的心呀，我的心也震动出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华校安。祝福高三的学生们都能考试顺利，考上理想学校。今天的大来宾呢是周慧姐。非常喜欢她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不爱了也是一种爱》，因为她陪伴了我许多失恋的时刻。啊，我待会要唱的歌呢是回春丹的《鲜花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哎呦，哎，是快歌哦。傻瓜，我去到哪里会
山呀，我幻想开着我的蓝摩托去转一转，可是我教官、啊、有没有看到？难怪强哦，打趴学生场的那个才艺比赛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约你去唱歌，好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啊？小时候就在唱歌，只是小时候比较害羞。哦、oh, okay. 然后只是到大学之后才有跟哦同学一起组团， oh. 然后去比赛。Oh. 很不错，这已经有专业水平了。谢谢来来来来，周慧老师什么什么？我觉得教官唱歌。很真诚。不好意思，他结婚了。对啊。我觉得教官唱歌非常迷人。嗯。他很投入。嗯。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个很真诚的态度。嗯。谢谢。对，因为像。很 pure。对，真的很直接，很简单，没有想太多。对，不用转弯太多。嗯。其实唱歌唱了25年，最后你会一直去反思，说我唱歌到底是为什么？嗯、其实最后的最后就是回到自己的养家活口，养家活口，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。刚刚那么感性。
你直接把我们对回到自己哦。但有个泡泡也被戳破了，对，回到自己的内心内心，他才会感人嘛，相当不错。教官是来自色冷部落吗？哦，对对，一直刷色冷部落之光，哇，真的色冷部落之光，是哦，色冷部落，原来厉害哦。今天每一位表现其实都很棒啊，怎么办？怎么选？因为他们太难选，真正都是老师，好吧？那公平起见，你还是要回到座位，好吧？谢谢教官到座位。这五位的表演，各位我们网络上的朋友，你们心中也有定见，没有错。你们有个你们支持的人，我们都支持。但是呢，周慧老师来做决定，因为他这个门票卖得很贵啊，不，也不能这样讲，很抢手，很珍贵，很抢手，很珍贵了。找一个字，对，珍贵，珍贵了，跟贵不一样，而且送出 one pair， 好吧？ one pair。其实五个老师我都非常想选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制作单位只买两张嘛。哎呦哎呦哎！这话中有话哦，小气就买两张。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每一个老师都有他自己很突出的部分，是很迷人，对他都有特色的，所以其实每个我都很想选。但是最后呢，我决定由这张票来做决定。哦，就是你转到那个人这样？不是不是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张票上面有玄机啊！哦，不可能，这真的什么玄机？我觉得它像个预言哦，真的。我们来找找看哪里啊？花，花花是花花怎么了？鲜花 ，flower， yes， 就给五号，五号的鲜花，对，而且两张票有没有 ？flower 的票给五号鲜花，哎，请范嘉华老师颁奖给你，真的有玄机耶！这是这张票选定了范教官，对对对，那两个人你要跟谁去看？五月四号哦，干脆我跟你讲帅一点，怎么样？你自己去看。啊！可是另外两个位置，两张票你坐比较舒服啦，比较舒服。那你就快哦，这个快。带谁？带谁？带太太吧。一定是带我老婆去。对呀。老婆有来吗？今天陪你。老婆今天没有来，没有来，在家里顾小孩。可以带小孩嘛？哎。那你就再买一张票。哎，果然唱歌是要养家活口。要演唱会，周慧25周年 ，OK， 演唱会5月4号在北邮见，好吧？也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，再次谢谢周慧，谢谢。本节目由甘味人生9X益生菌冠名赞助播出。